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九十四面，九十四面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在本经中，此处佛字，皆指大恩慈父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今天呢，有一些新来的同学，缘分无比的殊胜啊！因为这里要介绍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佛这一个字，它的含义前面介绍过了。那么这个经上讲的啊，这六种成就里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这个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是这一会里面说法主，用现在讲呢，在这一堂课里头，他是主讲，就这个人呢，就非常重要了，大恩慈父。是后人对老师这个恩德的赞叹，如果没有释迦佛的教诲，我们可以说是肯定长劫这很长的时间呢，用劫做单位，在六道里头轮回六道轮回肯定是苦不堪言六道要知道它是事实我们介绍本师就会谈到释迦牟尼佛学佛，首先呢，你得认识他，你要不认识他了，你会走很多弯路那你要认识他了，那你就省掉许许多多的弯路，真正得到佛陀教育的利益所以佛陀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佛陀是佛陀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我们用现在话讲大家好懂，学位就像现在一般学校学位有三种，最高的博士，其次的硕士再其次的学士那么在佛教育里面呢，也有三个学位，最高的呢称佛陀相当于博士，第二个菩萨相当于硕士，第三个阿罗汉相当于学士。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佛菩萨罗汉是人，不是神也不是仙是很普通的称呼这个一定要懂得佛是老师，菩萨阿罗汉都是学生都是老师的学生，不过他们拿到学位了那我们现在学佛的时候还没拿到学位虽然没拿到学位，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前后同学所以菩萨是我们的学长，阿罗汉也是学长这关系搞清楚搞明白了，学长在一起就比较随便一点
啊，跟佛在一起就严肃老师嘛，尊师重道嘛。啊，在佛面前怎么的毕恭毕敬，菩萨就可以随便一点了。啊，所以这个名称要清楚啊，不能够含糊。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也是表法的啊，所以佛陀啊是在跟中国人讲圣人，我们中国人讲圣人、贤人、君子，你看中国传统文化里头也有三个学位啊，我们称孔夫子称圣人啊，孔子的学生我们称贤人啊，圣人就相当于印度人所说的佛陀，意思非常接近啊。你看佛前面我们讲了，它是智慧的意思，它是觉悟的意思啊，有智慧大彻大悟了，才称之为佛。那么中国圣呢，圣是明白，圣人是什么？明白人啊，对我们一般凡夫来讲，我们是个糊涂人，不明白啊。他对于宇宙人生的道理四象啊通达明了，这样的人就成为圣人啊。跟圣人学习没有达到圣人的标准，这称贤人啊，孔子的学生啊，这称贤人啊。贤人相当于佛法里面的菩萨，现在虽然讲佛教很兴盛，你们大家讲的很兴盛，我讲我的眼睛当中佛法现在衰到极处了。为什么呢？大家迷信，把佛菩萨阿罗汉都当神仙去崇拜，他跟神仙风马牛不相关啊，神仙也是凡夫啊，跟我们差不多啊。啊，很多神仙也学佛，那学佛跟我们是同学啊。啊，他没有证到阿罗汉，所以他也不是罗汉，也不是菩萨。啊，这个总得清楚，总得明白。啊，那么佛的名号是他在这个世界教学的我们讲的宗旨啊。啊，他在这上他教什么，名号就是他所教的啊。你说佛教叫什么？释迦牟尼啊。释迦是什么意思呢？仁慈的意思啊，翻作能人啊，他能够仁慈啊。实际上对待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些众生呢，缺乏的就是仁慈，没有爱心呐。他不但不爱人呐，他连自己都不爱啊。所以爱人不容易啊，自爱才能爱人，他自己对自己都不爱，他怎么会叫爱人啊？所以那佛在这个世间教学叫什么呢？就是叫人仁慈啊。这个释迦就是仁慈的意思啊，要教导我们对别人要有爱心啊，要有慈悲心啊，大慈大悲呀，对待一切众生，他教这个，这是佛法教学的内容。那对自己呢？哎，对自己是摩尼啊，这都是印度话，古印度话。摩尼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就啊，摩尼翻作极净啊。我用经题上这五个字来讲，你们更好懂
啊，摩尼是心地清净，心地平等，啊，心地觉而不迷，这就是摩尼的意思。你看这个名字多好啊！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什么？教我们自己要清净平等觉，教我们要以大慈大悲对待一切众生啊！这就是佛陀教育，叫什么？就叫这个啊！所以教学的宗旨啊，在名号上啊，这个不是他的本名啊，他的本名俗家本名叫悉达多啊，所以佛的名号、菩萨的名号，都是他教学学科的宗旨啊。你一看名号就晓得，啊，他教什么课程啊？这个名号是总课程啊，就是佛法里面所教的啊，科目无量无边，不离开这个宗旨啊，肯定门门都与清净平等觉。都与大慈大悲相应啊，离开这个那就不是佛教了啊，佛陀没有这样教你过啊，所以你看他对佛要不认识啊，要是扭曲了，我们今天到佛庙求佛求菩萨求升官发财求保佑，那叫迷信呐啊，那个叫颠倒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这个事情啊！啊，他老人家当年在世，这照中国历史记载，啊，佛灭度之后，就是佛过世之后到今年，我们中国历史上记载的3037年啊，我们中国历史上记载啊，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他过世的时候周穆王53年啊，在世我们中国人讲80岁啊，那外国人讲始祖年龄79岁啊，真的是79岁，中国人说虚岁80岁啊，80岁走的啊，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看到的，他是王子出身啊，他父亲是当时迦毗罗卫国的国王，迦毗罗卫国在现在的尼泊尔啊，就是喜马拉雅山的南面啊，这个国不大，是个小国啊，因为在那个时候跟我们中国周朝时候一样，周朝没有统一啊，所以叫诸侯，它是个诸侯国啊，也要用一般人讲是个部落的酋长啊，这样称大家就更容易懂了啊，是个小国的国王啊，这个部落的首长啊，所以他是王子出身啊，这就是他属于贵族啊，年轻的时候好学啊，你看有这样的身份啊，年轻好学啊，从小他的心地就非常慈悲啊，看到一些苦难众生他就生怜悯心啊，怎样帮助他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啊，看到生老病死他就升起出世的念头啊，因为印度在那个时候宗教很多啊，就很想啊
很羡慕这些宗教啊，这些修行人啊，那些生活，他就很羡慕。所以19岁离开家庭啊，我们佛门讲啊，这就参学啊，也就是说寻思访道啊。那么他那个时代比孔子早一点，在印度，确实是印度文化黄金的时代。每一个宗教，印度也是宗教之国，哲学之国。这些宗教跟这些学派，他们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在中国人没有，就是修禅定。佛经里面讲的四禅八定，诸位要知道，这不是佛教的。四禅八定是婆罗门教的，也就是今天的印度教，也有人称印度教。我们下面三楼就是印度教，他们的历史，我跟他们有往来，他们一些长老告诉我，他们的教的时候，历史应该超过10000多年，这个我相信。印度教不重视历史，他们重视修行。为什么不重视历史呢？时间跟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这既不是真的，何必要去执着它呢？这是他为什么不重视历史。他们重视禅定。人在禅定当中就能够把空间维次突破，这是科学家知道的，近代科学家，他们确实证实有不同维次空间在这个世界。从理论上讲，不同维次空间是没有限度的，不知道有多少。科学家确实证明，确实证明，大家承认的，至少有11种不同维次空间。这些话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他是学科学的，学无线电的，在大学就教这个科目。他告诉我一些科学方面的知识，跟佛法相应的。那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多少能体会到一些，关于空间维次的问题。空间维次怎么来的呢？从分别执着来的。你注意想想看，我们一个人的分别执着有多少？起心动念都是分别执着，这就造成不同维次空间。又何况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每个人都起心动念，所以空间维次就很复杂，真的是没有法子，没有投诉但在禅定当中能不突破四禅八定，总共就是说这个禅定有8个等级这个禅定，如果你要是修真的古人所讲的功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你要去修，你得到了，你看到了，留到了。他修呢，他也看到了我修我也看到了，我们大家在一块谈谈，你看到什么，我看到什么，他看到什么，都一样的。这证明不是假的，是真的那么你禅定的等级越往上提升，你看的空间越大。
啊，四禅十八层天。啊，往上去还有四空天，四空天是没有身体了。啊，四禅有身体，有宫殿，有居住的地方。四地这个四空天没有，四空天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灵界。啊，他有灵魂，他没有肉体。啊，为什么他不要肉体？肉体太麻烦了，不要肉体多自在呀。实在讲，中国早年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人有这个思想。老子啊，老子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的，他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他说：“我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我有身体，有身体的有没身体都自在呀，没有身体就是四空天。那真有啊，所以我称四空天。”叫高级凡夫啊！我在讲经的时候用这个名词，高级凡夫，他们不要身体，啊，不要身体，不要吃饭了，也不必穿衣服，也不必住房子，你看省多少事啊！啊，这高级凡夫啊，只要有定功啊，有了初禅，初禅虽然看不到上面，他能看到下面啊，下面什么能看到地狱。啊，地狱也非常复杂，啊，最苦的叫无间地狱，他都能看到啊，啊，所以这个六道啊，不是什么宗教啊，不是胡思乱想啊，真有其事，啊，我们在佛法理论上搞清楚了，为什么会有六道？为什么会有天堂？啊，天堂也不是像宗教里面讲那么单纯，很多很多天堂，很复杂的天堂。啊，而且天还有28个那个高低不同的层次。啊，这些都是古婆罗门发现的。啊，也就是说，在释迦佛出世之前的10000年。人家就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天堂、地狱这些事情啊？他们在定中看到了，什么原因有这个？没有人能解答啊！什么原因有六道？六道几时有的？没人晓得。六道还有宗界的时候吗？也不是，也没有。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这些问题都没人解答。啊，那我们想想，释迦年轻这个好学的人，啊，他在当时参学，啊，印度所有的宗教他接触了，所有的学派他也接触到了，也都跟他们学了，学了12年，从19岁学到30岁。12年，大概有能够接触到的全接触到了，问题有没有解决？没解决啊！我们是将心比心嘛，啊，我们年轻时候也是这样子啊，什么事情总得打破砂锅追究到底啊，悟到底不甘心呐。啊，那么现在总有这些问题啊，像我刚才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啊，不能解答，所以他没地方学了，就把12年参学的统统放下，在恒河边毗婆罗树下这个大树下入定啊，入更深的禅定。你看那个是通常的禅定，是8个层次嘛，入更深的。啊，更深的禅定啊，他觉悟了。啊，出定之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见心成佛。啊，这些问题完全解答了。啊，六道怎么来的？知道了。宇宙怎么来的？知道了。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所讲的。我们能相信吗？啊，能。为什么呢？他入到这个层次，他看到整个宇宙，从宇宙的发生、缘起，啊，生命的缘起，我从哪里来的，看得清清楚楚。啊，他的学生当中也有入定到这个层次，也看到了。啊，那大家所看到是一样的，这不是假的。啊，我们这些毛病是多疑啊，多怀疑啊。你看到我还没看到啊，但是看到的人都是一样的。这我们有理由相信啊，没想到。三千年之后，现在的科学家啊，科学的这个研究向两个方向，一个宏观世界。啊，专门研究大宇宙。啊，一个从相反的方面，微观世界。啊，微观世界就是量子力学。啊，研究物质的缘起。啊，你看，通常讲，我们讲一个细胞。啊，细胞在分析就变成分子。啊，分子在分析出来的时候，分子怎么来的呢？啊，原子组成的。啊，原子是电子、原子核组成的。啊，再分析到基本粒子。啊，再分析现在到夸克。夸克再分析现在叫量子。啊，量子也叫小光子。啊，大概再就不晓得将来能不能再分。啊，现在是分到这为止了。不能再分了。啊，发现了什么东西呢？发现物质现象啊，原来是这些小光子累积连续发生的一个幻象。所以量子力学家再次地告诉我们，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这三样东西，能量、物质、信息。啊，你看佛在三千年前，他在定中发现的，他看见的，比科学家厉害。科学家是先从数学里头得到这个理论，然后再从仪器啊去观察，看到了。啊，看到是物质怎么来的。啊，物质无中生有。啊，而且呢它的速度太快。啊，就是刹那之间它就没有了。啊，从升起到消灭几乎是同时。这速度太快了，快的我们没法子想象。啊，那么佛在经典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也可以像现在我们学校里头专攻心理学的这个教授，啊，我们称他做佛门里面的心理学家。啊，佛问他，这一问一答，其实就告诉我们，啊，佛问他。我们世间人平常一个念头啊，起了一个念头啊，心有所念啊，起一个念头，这一个念头很粗啊，把它分析出来有多少个细念，细念里面有多少个
物质的现象，有多少精神的现象？佛问这么一个问题。啊，弥勒菩萨回答是一弹指。啊，你看一弹指时间很短。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那么我大概一秒钟可以弹4次。啊，我相信有比我弹得快的。啊，那弹5次的话，啊，那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细念？啊，照弥勒菩萨的讲法，有1600兆。啊，你看看，一秒钟1600兆个念头细念，啊，单位是兆啊。哎，也就是今天科学家所看到物质现象的生灭，啊，它的时间是多少呢？啊，是1600兆啊，对，兆分之一秒，就是一秒钟里面有1600兆次的生灭，你怎么能够把它捉住？啊，所以他发现呢，物质现象不是真的。啊，物质怎么起来的呢？物质是意识，就是念头。啊，念头是精神，这精神累积，连续的现象变成物质。啊，所以说宇宙之间只有这种三种现象啊，存在啊。啊，这三种现象正是《大乘经》里面讲的阿赖耶，啊，阿赖耶才是造物主，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他造的，啊，阿赖耶的业相就是科学家讲的能量，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科学家讲的物质，啊，阿赖耶的转向，转向是转变。啊，就是科学讲的信息。啊，阿赖耶的三息相啊，很了不起啊。不过这个消息世尊在经上讲过，就是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是分别。啊，主分别的。这个分别的能力非常强大。对外能够圆到虚空法界。对内呢，能够圆到阿赖耶，就是不能见性。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分别有执着。啊，怎样才能见性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见性了，就成佛了。啊，所以他虽然有这种能力，科学家这个能力，他还是凡夫。啊，他不能证阿罗汉果，他也不是菩萨。啊，那么佛菩萨阿罗汉那要怎样才证得呢？那都放下，科学家没放下。啊，放下执着就证阿罗汉果。放下分别就证菩萨。放下起心动念，这就是佛陀。啊，所以佛菩萨阿罗汉实际上是你自己啊。你只要肯放下就是啊。啊，大乘教里面常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真的不是假的，一点都不错。所以我们对佛的认识得搞清楚、搞明白。啊，佛法里头，啊，他到底讲些什么？啊，我们用名题上来讲，他讲的就是释迦跟牟尼。啊，这个没错，但是很笼统。啊，现在人希望呢，你讲的具体一点好不好？啊，释迦牟尼佛49年在讲什么啊？啊，那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他49年所讲的都在经典上。那经典讲什么呢？讲伦理。啊，伦理是什么呢？讲人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
人跟动物的关系，人跟植物的关系，人跟矿物、跟山河大地的关系，人跟自然现象的关系，跟自然现象就是跟宇宙的关系，还有人跟不同维持空间的关系，这都是属于伦理啊。啊，比我们中国传统学术里讲伦理的范围大多了。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伦理的时候，最多只讲到人跟人的关系，人跟动物的关系。啊，凡是人皆须爱。啊，爱屋及乌啊。啊，我爱我的这个房屋啊，我的房屋上有鸟在做窝的时候，我也爱它，你看这爱动物啊。咱们中国伦理关系就讲到这里了啊，没有讲的佛的伦理关系讲的真圆满了，讲的整个宇宙啊，不同维次空间都包括在其中啊。啊，不同维次，天地鬼神，天地鬼神众生跟我们一样的啊，他也是迷而不觉啊。啊，福报不相同啊！啊，他是凡夫，他不是圣人呐、啊。啊，那么他讲道德，他讲因果，啊，再给诸位说，他讲哲学，他讲科学，啊，这五个项目啊，他都讲到究竟圆满，这了不起啊！啊，所以佛经里面讲的科学，今天科学到现在跟佛经上比还差一大截啊，哲学亦复如是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很不幸，为什么？这个时代的真正学佛的人没有了啊，在古代一百年前，一个世纪之前，佛门那些大德，无论在家出家，都能讲得出一番道理出来呀。现在没有了啊，在家人讲不出来，出家人也讲不出来啊。我们被在学校里读书被误导了啊，学校老师告诉我们，宗教是迷信的。啊，佛教尤其迷信。啊，这是我从小在学校里面学的概念。啊，佛教为什么尤其迷信呢？高级宗教，人家只拜一个神。啊，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佛教什么都拜啊。啊，这什么都拜呢？这叫多神教。叫泛神教，多神教、泛神教是宗教里头的低级宗教。就我们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这种观念啊，所以长大的时候对宗教的时候碰也不碰啊，迷信啊，看到别人烧香里头迷信，在旁边笑话他。啊，我们生活在这么个环境当中。啊，我要不是遇到方东美先生，这一生当中跟宗教就绝缘了。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啊，那边那个照片就是方老师。啊，我跟他学哲学。啊，他跟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我非常感激他。最后一个单元讲的是佛经哲学，我当时非常压抑。我跟老师讲，我说老师，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尤其是泛神教，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那一年我26岁，老师差不多是我父亲这一辈的人，
他大我应该大我二十多岁。他告诉我，他说你年轻啊，你不懂啊。啊，我们学哲学，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这我从来没听说过。他从来没有告诉我的说，释迦牟尼佛是哲学家，我很讶异。他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接触佛教是从这个课堂里头听到的啊，这样呢改变了我过去错误的看法啊，晓得这里头有好东西。老师又特别嘱咐我，古时候佛门里面这些高僧大德真的都是大学问家啊，都是有道心的人，有道德，有学问啊，这现在没有了。现在你要学佛经哲学，在哪里学呢？在经典啊，你到寺庙去看已经看不到了，寺庙有经典，你到经典里面你会找到啊，这一个方向非常重要。如果老师们预先没有这个指点，我到寺庙一看这些出家人，我觉得他还搞迷信，会对老师所说的话产生怀疑啊，他就把这个路子给我安排好了啊，你去到经典里面下功夫啊。那么我们的好处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啊，从那个时候戒除到今年59年了啊，明年就一家子了，就60年了啊，60年的修学证明老师的话一点都不错，而且还发现佛经里面不但有最高的哲学，还有最高的科学啊！再放眼看看现在的世界，哲学里头不能解决的问题，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原来在佛经上全有，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就讲清楚了，真了不起啊！啊，所以70年代，就是19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啊说了一句话，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英国人讲的啊，这是世界上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啊，我访问伦敦的时候啊，我去过两次，我的目标是伦敦三个学校，牛津、剑桥跟伦敦大学啊，这三个学校是欧洲研究汉学的中心啊，是世界上著名的汉学系的学校啊，我去看了，我对他们的教授、学生，我很感动啊，都是西方人呢，说的一手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我都不如他。能看中国的典籍，看中国的文言文
啊，而且里头有一个学生告诉我，啊，他写博士论文用《无量寿经》，我问他，《无量寿经》现在有九种版本，你用的是哪一种？他用下联居的汇集本，跟我们现在本一样，就用这个本子，啊，写博士论文。啊，另外有一个同学，他都是外国人，啊，用孟子写论文，还有一个用王维，唐朝的文学家。啊，我看到很欢喜啊！啊，我在那里也给他们上了一堂课，时间虽然不长，一个小时，啊，对他们很有启发性。啊，他们的教授、同学，我们坐在一堂。啊，我上台首先就问他们，我说是你们英国人。汤恩比说的，你们都是汉学系，你们对于中国儒释道都很清楚啊，都在这上下了功夫啊。我是汤恩比说的，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啊，需要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你们现在都研究这些东西，你想想行吗？啊，孔孟学说行吗？管用吗？大乘佛法行吗？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对着我笑，不说话。啊，我等了几分钟之后，没人说话，我反过来问：难道汤恩比博士说错了吗？啊，他们也不回答。啊，看着我笑得不回答。啊，这很厉害呀、啊！啊，最后我告诉他，汤恩比的话没说错，很多人解读错了，把他的意思会错了。啊，我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讲到儒释道，你们肯定立刻就想到。啊，说如你就会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对不对？这他们点头了。啊，讲到佛，你一定就想到华严、法华、般若这些大乘经典。啊，讲到道，你就想到老庄。没错，我说那些是什么呢？那些是儒释道的花果，开花结果。很漂亮，很好看啊！这个东西对现今社会能不能解决问题？不能啊！汤恩比的话没说错啊！你也晓得，像植物一样，花果从哪来的？在树上长的啊！花果长在枝条上啊。枝条长在树干上啊，树干长在根本上啊，你一层一层去挖掘，到最后什么东西最重要？根啊。那儒的根是什么？道的根是什么？佛的根是什么？你抓到根，它会发芽，它会茁壮，它会成长，它会开花结果。啊，现在怎么样？根没有了。你们天天研究儒释道，像花瓶里头的瓶栽，没根，死的不是活的。啊，所以变成了学术，不管用。啊，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啊，汤恩比没说错。啊，我们要把儒释道的根找出来，从根本下手。那他的话就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真能拯救二十一世纪社会病态，也能拯救地球的危机。啊，
儒的根《弟子规》呀，道的根《太上感应篇》，佛的根是《善业道》，这个东西重要啊。从前学儒、学佛、学道都是从这扎根的啊！你不从这扎根的话，你学什么都没用处啊！最后我告诉他们呢，我说我对你们很佩服，这真的不是假的啊，由衷之言啊！我说你们所学的儒学、道学、佛学。啊，在外国人写字吗？不是从这边写看这边呢，儒学、道学、佛学。啊，我说你们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可以做名教授，可以作为欧洲汉学家。我说你们一生肯定不能像我这么快乐，啊，像我这么自在潇洒，啊，你肯定没有。啊，你们一生肯定还是生活在烦恼的世界。他大家都笑了。我说为什么呢？我跟你们学是相反的。啊，你看翻过头来，你从这边念过去，从这边过去学佛、学儒、学道，不一样啊，味道就不一样了。学儒要学得跟孔子一样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快乐无比啊。学佛要学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学道要学得跟老庄一样啊，这什么呢？智慧。你们搞的儒学道学那是知识，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啊。知识解决问题能解决局部，而且带很多后遗症。智慧解决问题能解决圆满，没有后遗症。啊，我说这两个字，你们好好去学啊！你看，从这边念，哎，儒学；哎，从这边念呢，学儒，啊，儒学学儒不一样。啊，所以他们的麦达维教授，啊，这是现前的一个汉学家，啊，他们的教授，啊，听到我一番讲演之后，还特别到中国，啊，到我们汤池中心去考察，在那里住了4天。啊，回国的时候在香港，啊，到这来找我，跟我谈了6个小时。啊，他邀请我到伦敦去办学。啊，我也很感谢他，啊，感谢他看得起我。啊，到伦敦剑桥大学下面设一个大乘佛学书院。啊，英国的学制是书院制，像牛津跟剑桥大概都超过50个书院。啊，我很感激他了，很难得了，剑桥是全世界大学排名第3了。啊，我感谢他。我说我不能去，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学校的制度框架加在我身上，我对学生教不了。他说那你用什么方法教？我说我没有方法，我们老祖宗有方法。他听得很惊讶，啊，他是汉学家嘞，听说我们老祖宗还有秘密的方法，所以他非常惊讶。啊，他说老祖宗的方法在哪里？我实在讲，你都学过啊，但是你疏忽了啊。他看着我，
我说三字经念过没有？念过，三字经他会背。啊，论语他会背，不简单呐。啊，三字经前面八句话，啊，是中国老祖宗千万年来教化众生最高的指导原则。他一听就呆住了。啊，我说三字经你会背，年年念得很熟，我相信你也讲过，但是这一层意思你没讲到。他承认了。啊，我说搞教育的人首先的理念你要肯定，人之初性本善。啊，你真正搞教育，你一定肯定人性本善。啊，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是个赞叹词。啊，美好圆满，一丝毫欠缺都没有。这叫这是善，啊，不是善恶的善。啊，也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那就是中国人讲的本善。啊，这个要承认。啊，然后你得要相信，性相近，习相远。啊，每一个人的本性是一样的。啊，在佛法讲，每一个人本来都是佛。啊，在我们中国传统里面，人人都本性都是本善，都是相同的，习相远。为什么会变成不善呢？习性，习性，你受到环境的染污。啊，中国古人讲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善人在一起的话，你就变成善人；你跟恶人在一起的话，你就学坏了，你变成恶了。啊，这叫习性，这不是本性。啊，那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教育目的是让你从习性回归到本性。这是教育啊！啊，教育要把恶人变成善人。要把坏人变成好人，要把迷惑颠倒人变成聪明智慧人，这是教育啊！啊，学生不能教，把他开除掉，这教育失败呀！哪有这种道理啊？学生没有过失，你没教得好啊，你不会教啊，你怎么把教不好怪罪学生呢？那你大错特错了！我跟他这么一说，恍然大悟。啊，你看看这东西在伦敦几个学校里汉学习没有人不读的。啊，最高指导原则。啊所以苟不教性乃迁。这个教育的思想从这儿发生。你一定要教，你要不教它越变越坏。人是教得好的，人也是教得坏的。啊，人变坏了你决定不能怪他，你把他教坏了。那今天谁教呢？今天小孩一出生，眼睛一睁开，他就在学，在哪里学？在电视上学。啊，稍微长大了，我不晓得中国，我在美国住很多年，美国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了。啊，他就看网络了。啊，网络上是什么玩意呢？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全学会了。啊，所以小学生上学口袋带手枪啊，去杀同学啊。啊，他没有恶意啊，好玩啊。啊，他在网络上学的那些东西，他真的去玩去了。啊，他杀老师、杀同学，杀着玩的。你怎么办？啊，你对这小孩你怎么判罪？这个是社会上大问题。
啊，我在早年，好像那个时候是在新加坡。啊，1999年那个时候，美国同学寄了一份杂志给我看，里面有一篇报道，美国青少年的犯罪那状况，我看到之后吓呆了。啊，很久没到美国去了，我跟那边联系，我特别为这个事情去一趟。啊，我到加州，到洛杉矶，我让同学给我联系。在美国加州电视台做两场访问，啊，一场是教育，啊，我们一共四个人，啊，一个是大洛杉矶地区的检察长，这是法官呢。啊，司法的一个领导人呢、啊，啊，另外一个是库布蒂纳的，不是库布蒂纳，是帕萨蒂纳的市长，还有一个是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的校长。啊，我们四个人，啊，就在这个电视台做一个小时的访问，啊，我们在座谈，我就提向检察长提出来。我看到这份杂志上的报道是不是真的，他告诉我是真的。我说这个犯罪率不断的向上升，你有没有办法控制它，能稳住？他告诉我没办法，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多严重啊。啊，所以我跟布什总统见面，我也是告诉他，美国的忧患绝不在外国。啊，当时我就提出来，我说这底下一代的时候，这个青少年怎么办？啊，这些问题有没有想到？啊，我离开美国，听说，啊，布什的时候他。在这谈话当中的时候也提到这些问题了。啊，不能解决。啊，第二场的访问是宗教人士。啊，是基督教学院的院长。啊，带着两位是老师。啊，我们三个人。啊，四个人，也是四个人。在学院来了三个。啊，我们讨论的问题，宗教的方法怎么解决？怎么看法？问题非常严重啊！啊，在往年，啊，有一天教育部有三个官员，好像一个是秘书，两个是处长。啊，访问方东梅先生，那一天正好我在方老师家里碰到了，啊，他们向方老师提出这个问题，现在政府啊发起复兴中国文化，应该怎样才能够落实？这个问题提出，我看到老师表情非常严肃，五分钟没说话。啊，看着大家，啊，那个小客厅空气非常严肃，啊，五分钟之后，老师说了，那有啊，啊，大家很注意听的。第一个，台湾那个时候有三家电视台，这三家电视台关闭，还有许多无线电广播的电台。也要关闭，报纸停刊，杂志停刊，这几个官员都听呆了。老师，这做不到啊！老师说，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文化，
有了这些东西还能复兴吗？真的一点都没错。我们跟老师学习，接受老师的指导。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我不看报纸，不看杂志，不听广播，不看电视。我差不多将近50年了。所以心地清净，不受污染了。那个东西，他有权天天污染你，我有权利不接受。我不能劝别人不接受，我自己可以不接受。我每天读大乘经典，读古圣先贤的典籍，快乐无比呀！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别人问我怎么样，天下太平，没事。你看过的日子过得多舒服啊！不要去碰他们，没事嘛。佛告诉我们，尤其大乘经教我们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嘛。每一天保护着清净平等觉，决定不要染污，不要动摇，不要妄动，不要迷惑，那就好。所以这个要晓得。今天社会麻烦出在哪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么好的佛陀教育，我们老祖宗把他请到中国来，这个历史诸位要知道啊，佛教不是自己来的，汉明帝派特使到西域去请来的，中国帝王请来的，就是老祖宗请到中国来的。到中国来之后跟中国人一接触在一会谈，双方都无比欢喜为什么呢？同一个根呢？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孝道这个不能不知道佛法的根也是孝道，这一拍就好了佛法里面教学的指导原则，敬业三福佛在《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三条最高指导原则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看，孝亲尊师摆在第一，这个跟中国人没两样了，扎根在这个地方。佛法修学有次第，由浅而深。就像学校念书一样，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佛法也是这样，循序渐进。佛法教学的时候，一定先修小乘，小乘是佛法的小学。可是，中国唐朝中叶以后不学小乘。用儒跟道来代替，比小乘还殊胜。这1700年，唐朝中叶到现在，出了多少高人？无论在家出家，绝不逊色于印度。我们超前了。佛法跟中国传统文化融成一体了这也是汤恩比说过的
他赞叹中国人心量很大，能够包容异族文化，佛教是印度的，不是中国的，中国人能包容它，能把它融合成一体，而佛法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讲得真好啊！我们这个儒书，道德这个经典老庄，我们用大乘经来解释，就把它提升跟佛法一样高啊！我们讲人性本善，那个善很难讲啊。如果是认为善恶的善，那个很低啊，那个层次很低啊。你是用这个佛法里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来解释这个本善，那就把它提升跟华严经一样了。这就是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这个道理要懂。所以宗教是教育。我学了这么多年，我认为全世界这些大宗教，每一个宗教都是教育。它里面的经典都是讲的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只是讲的层次不一样。都是好东西啊。宗教团结有利于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特别是我今年参加两次国际活动，在这个月底参加马来西亚的也是一个活动。我去干什么？没有别的，只是宣传宗教教育。希望每一个宗教都回归到教育，宗教就能复兴了。也就是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这个里头有哲学有科学，那是少数人。前面这三样东西是普世教育，普及全世界的，大家都能够学，学伦理，学道德，学因果，这个整个世界可以回归到非常善良的秩序。这个地球上所有这些灾难都能够化解。这被现在量子力学家证实了，这不是迷信啊！它有道理在。中国传统教育重要，外国宗教教育重要。如何把外国这些宗教教育跟中国传统教育融合成一体？这是现代人应该干的事情。所以我在澳洲有个金宗学院。我们金宗学院的课程是儒释道。从这个月份起，我们增加了古兰经、伊斯兰教，增加了新旧约，就是基督教跟这个天主教。我们已经预约了犹太教一位长老，他答应我了，可能在明年春天他在我们学院开犹太教616条戒律。这个戒律就是属于伦理道德的，里头也有因果。我们学各个不同宗教的精华，来丰富我们儒释道的传统，这是正确的。我们带头做啊！我这一带头，其他宗教会跟进。为什么？他不跟进，他就没有法子跟我往来。一定要跟进，所以宗教团结
依据什么呢？依据经典的互相学习，我们才真正能够把宗教之间的矛盾化解，啊，对立化解，啊，自然就不会再有冲突了。啊，希望用宗教教育带动全世界的安定和平，这好事情啊！啊，我们做这个几年的时候，对这桩事情有了信心。啊，我们不能搞局部，局部做好，大环境不好，影响太大。我们要做全世界。啊，所以每一个宗教，它教化的对象都是全世界，没有局部的。啊，这些理念都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教，啊。佛教一定要有很清楚的认识。啊，这是我当初刚刚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导我的。啊，你想学佛，你得认识释迦牟尼佛。你不认识他，你将来会走弯路。啊，走入歧途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所以现在宗教在这个社会上有六种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不知道。当年我在美国迈阿密讲认识佛教，现在出版那本书在迈阿密讲的。啊，那个时候我曾经讲到了社会上有四种不同的佛教，现在有六种，加了两种。啊，那个时候的四种，第一种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教教育，佛陀教育，一定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一生从开悟那一天开始，30岁开悟，79岁圆寂，开悟就教学，啊，一生没有一天中断，啊，经上常讲的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啊，300余会的时候，那就是半班，我们今天讲半班教学。啊，一生当中啊，半班300多次啊，啊，教学49年呐、啊，一生教学没有见过寺庙啊，啊，建寺庙这种情形。是佛教传到中国来才建寺庙，啊，建寺不叫庙，啊，寺院庵堂是佛教教学的道场，啊，它是学校啊，寺院庵堂是学校啊，啊，不是宗教啊，啊，这里面教学。啊，现在寺院里面啊，执事称呼还是原先古时候的啊，叫住持、方丈啊，这个名称相当于现在的学校的校长啊，首座和尚相当于教务主任啊，大学的教务长，维诺相当于训导长。现在维诺干什么？拿锤敲大磬？不是啊！啊，维诺是主秩序的，啊，管德行的，啊，就是这个教戒律的这些课程的，啊，是训导长啊，啊，建院是总务长。你看看，名称不一样，分工性质完全相同。啊，所以中国佛教这个丛林制度
就是把教学正规化了。啊，在印度释迦牟尼佛当年没有，完全是私塾教学，跟孔老夫子一样。啊，孔老夫子也是弟子三千的，啊，七十二贤的，真正有成就的七十二个人。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我们也知道，应该也有弟子三千。啊，经典上记载的常随众，啊，跟着佛不离开的，1255人。啊，这经典常记载的，那临时来参加的，我相信不会少于这个人数。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应该是弟子三千。啊，一生教学。与宗教风马牛不相干 啊，这些宗教里的仪式在师尊那时候完全没有啊，上课在一起，修行在个人啊，佛没有教导哪个人怎么修，没有啊，只是上课，你有疑难问题，你向他请教，他给你解答啊，因为日常生活都是托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所谓是四父临近门，修行在个人。世尊那个时候真的是如此。啊，人人都能自律。啊，所以佛门里头没有组织。啊，释迦牟尼佛那么多学生，没有分班，没有请哪个当班长，没有。如果有，就会有记载。没有，完全是私塾教学。啊，学生当中有成就的，学得很好的，帮助那个学术差的人。啊，等于是老师的助教，这个情形有，但是没组织。啊，没有见道场。我们现在想想，他为什么不见道场？他见道场不难。啊，家族是王族，啊，当时印度16大国王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你说他要盖个道场，还不是很容易吗？啊，学生当中有做国王的长者，啊，这大臣，啊，这个好富豪居士多的是，不要啊，啊，为什么不要？现在我们明白了。啊，建了富丽堂皇的大寺庙，就有人动心，想控制，想占有，道心就没有了，那个清净平等觉就破坏了。啊，不见是有道理啊，啊，不见跟着你学的人这些都有道心。他没有企图啊，没有名闻利养可以得到啊。啊，所以我们在此地，啊，这个小道场在这学习。啊，这个小道场不是我的。啊，香港居士们他们建立的，请我在这讲解。啊，不是我的道场。我没有道场，哪里请我就哪里去，这个自在呀！啊，国内有些人请我，哦，盖的那个照片拿来给我看，哦，富丽堂皇的宫殿要请我去，我说这我不能去，我一看我就不能去。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的老师释迦牟尼佛没住过这么大地方，我不敢住。我说你们要真正请我去住的话，盖个小小的四合院，啊，土土的，啊，送个人人家都不要，啊，嫌你太不够气派了，啊，那什么？那是个平安的道场，可以修道，啊，盖上这样富丽堂皇，每个人都行。都想来要，
你在那里能住得安稳吗？所以释迦牟尼佛有智慧啊，三千年前给我们做出榜样，我们今天越想越有道理，越想越对啊，他永远是心安理得啊，不会受到外面境界的干扰。我们要学啊，学释迦牟尼佛了啊，不能跟世俗学，跟世俗学就完了，那你搞六道轮回了。就跟释迦牟尼佛学，这一生可以做佛啊，至少得做菩萨了，哎，才算是你修学有了成就了。啊，所以你想想看，认识释迦牟尼佛多重要啊！啊，释迦牟尼佛的身份，要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什么身份呢？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啊，他的身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教学不收学费呀，非常热心教导你，不收学费。啊，怎么孔老夫子教学还收一点素修啊？啊，有一点象征性的学费呀，他不要啊，是义务工作者啊。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给后世学生做榜样，没有别的。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他做到了。啊，我们在华严，修华严奥旨，啊，贤首过世的论文，啊，望京华严馆讲的四德，他真做到了。随缘妙用，威仪有责，如何制止待众生苦。啊，佛经里头没有 一句是假话啊，真的做到了，而且做得那么圆满啊，我们学佛要在这些地方学习。没有自己，自己在哪里？宇宙是自己，一切众生是自己。啊，我们把宇宙看作我们一个身体，我们看所有众生都是我们身上的细胞，这就对了。释迦牟尼佛确实是这个看法。啊，这个看法我们无法想象。啊，什么时候你真的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明心见性了，你跟佛的看法就相同。啊，完全相同，真实不虚。所以这肯定佛教是教育啊，教育才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佛教啊，佛陀教育。但是佛教在今天呢，有变质的啊，又变成宗教了啊。变成宗教的时间不长，我们看历史，前清、乾隆时代、嘉庆时代都还没变啊，寺院庵堂每一天还是讲学，还是上课啊，宗教里面仪式顶多就是早晚课啊，早晚课诵啊，这是共同科目啊，早晚课时间都不长
啊，那是什么呢？那是纪念老师。啊，念念呢，不忘老师的恩德，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拜神。啊，纪念老师。啊，像我们在此地学习，我们老师的照片挂在对面。啊，我们每天在那学习，我们向老师鞠躬，对，是这个意思。啊，不忘本呐、啊。啊，孝亲尊师不忘本呐、啊。啊，意思一定要搞清楚，不能搞错，不是拜神，不是求他保佑啊。啊，上课是分讲堂的。啊，所以一个寺庙里面首座和尚有好几个，叫分座讲经。啊，个人有个人讲堂，你喜欢学哪一科目，你就进入那个讲堂，你就跟这个老师。啊，教之道归一传。啊，佛门教学跟世间不一样。啊，这是中国传统，儒释道几乎都遵守这个原则。啊，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着重在开悟。啊，着重在开悟，那就一定要懂得戒定慧三学。啊，戒什么规矩？你一定要守规矩。老师教导你的，那就是规矩，你要遵守。啊，一门深入，是先扎根。啊，在古时候，实际上儒释道的三个根，啊，至少儒跟道，你的父母已经把你栽培了。啊，中国的教育，古代的教育，从什么时候？母亲怀孕就开始了，胎教啊，根扎得多深呐！啊，胎教、胎教有没有效果呢？现在国外，啊，西方的催眠术发现，胎儿在母亲。这个子宫里面头脑很清楚。啊，母亲起心动念，母亲这个饮食起居对他都有很大的感应。啊，所以在这个催眠术里面呢，他们就想到中国古人讲的胎教是大有道理。啊，他不是无知啊。啊，小孩一出生，啊，父母是最接近的人。凡是跟他接近的大人，言谈举止都要守礼，都要端庄。为什么？让他看到、听到、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啊，负面的东西、不善的东西，不要让他看到，不要让他听到，也不许他接触到，保护他，保护到三岁。一千天，这个一千天叫扎根教育。啊，这个里头最主要的母亲呐、啊，这母亲真正爱儿子啊，啊，真正是自爱呀、啊，爱儿子啊，啊，这一千天扎下的根，在中国古谚语里头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这个三岁一千天扎的根呢、啊，到八十岁都不会变。那更多深了，也就是说，社会上这些不善的东西是吧？它不会沾染。啊，现在为什么小孩都学坏了？没有扎根呢？啊，三岁再开始教啊，来不及了，他已经学坏了。啊，现在谁懂？啊，一百年前家家都懂。啊，满清亡国之后啊，
我们中国社会就动乱，军阀割据，以后跟日本人打仗，啊，一直到现在就没办法恢复安定，啊，尤其这八年抗战，八年抗战，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损失，啊，死那么多人，啊，破坏那么多的生命财产，我觉得那都是小事，那微不足道。最大的伤害是把我们传统的文化打掉了，这个损失太大太大了啊！中国传统东西维系中国这么多年，几千年的国家长治久安啊！这一仗打了之后，大家都忙着对付日本人，天天逃难啊！我是深受其害，我知道啊。啊，战后呢，再都不能恢复了。可惜啊，中国的家了不起啊，现在没有家了，家破人亡啊。啊，诸位晓得，你在古书里念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什么齐家就国就治了？啊，古时候的家是大家庭啊，不是小家庭。啊，一个村庄就是一家，那村庄这王村，那就一家人，一家几百人呐、啊！啊，你们如果看过《红楼梦》，《红楼梦》就是一个家，就描写一家。啊，普通家庭、一般家庭，大概300人左右，人丁兴旺的600-700人，很衰的家庭，差不多也有1-2百人。那很衰了啊，所以他是大家庭，大家庭要讲究家道、家规、家学、家业啊，他有组织啊，他一点都不能乱了，你乱了家就完了啊。《弟子规》是家规，是家规里面共同家规的一部分，还有不同的，因为每一个家的他今年的事业不一样啊，所以他有他的家规啊，这些东西呢都写在家谱里头啊，啊，我们翻开家谱一看就知道了啊，祖宗立下的规矩啊。家学就是私塾，家庭子弟学校啊，所以中国古时候这个社会啊，把这个教育，基础教育都让家庭自己去负责啊，国家没有这个事情，不办这个教育，教育是你自家的事情，你是你的家长啊，办学校多办，利用祠堂，因为祠堂除了春秋祭祀之外都没有活动啊，所以祠堂就是学校啊。你看家长说祖父母、曾祖父母，那对待自己的后代、后裔也多么关心呢、啊？请老师一定请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了来教我，负责。不像现在学校，他跟你没有关系啊。啊，纵然你红包拿得多、送了钱，他还是不关心你啊。你买不到他的爱心呐、啊。啊，所以老祖宗对后的真有爱心啊！啊，你看秦德老师，啊，我们家长老祖宗对老师磕头啊，为什么？尊师重道。啊，这是什么？表演给子弟看的。啊，你看看子弟，这是学生，看到的是祖宗啊，祖父、爸爸妈妈都见到老师都磕头。你对老师能不尊敬吗？啊，我学会对老师的尊敬，大概就是6岁，进私塾。啊，我们的家学，啊，我父亲带着我上学。啊，学生不多，大概30多人，不到40人。啊，年岁最大的10几岁。啊，有15-16岁，大学生，年岁小的像我这样子6-7岁，
在一个教室，啊，一个老师，啊，进学的那一天，先在礼堂，啊，礼堂当中供的是大臣智深先师的牌位，孔老夫子的牌位，啊，老师坐在一边，同学分站在两边，啊，我们先去拜孔子牌位，啊，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啊，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的礼，这清朝礼节。拜完之后，我父亲请老师上座，啊，老师坐在孔子牌位下面，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你想想看，老师接受你父母这样的重礼，他要不把学生教好，他怎么对得起人家父母？啊，对老师供养的素修是随意的，老师绝不讲求这些。你富有的供养多一点，贫穷的供养少一点，意识到了就行了。啊，真正贫穷的学生学得好，真能够学，老师还要补贴你的家用，不容易啊。那个时候老师真有道啊，啊，师道啊，他真有道啊。现在没有了啊，现在学生不能教啊，啊，你稍微严厉一点，家长说是啊，你侵犯人权，还告到政府去，你还得判刑，你他怎么能教啊？所以现在学生在家不孝父母，在学校不敬老师，不敬老师，对老师没有尊重心，他什么都学不到。啊，所以今天纵然有圣贤的老师，已经没有学生了，到哪里去找一个对老师有尊敬心的学生？啊，不是老师要求学生人，不是的，千万不存错位，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看看这个学生能学多少，你从他对老师恭敬心，对于学科课程的恭敬心，没有恭敬心学不到。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我这一生有这么一点小成就，沾光什么呢？就沾光在父亲六岁带我进学校啊，对老师那一拜，我就沾着光。啊，一生都不会忘记啊，懂得对老师的恭敬。啊，我在台湾遇到这三个老师，无亲无故啊，就是恭敬心呐。啊，那老师对我就特别照顾。道理就在此地。啊，他真教导我不拐弯呢，那真的是不走弯路啊！啊，真教啊！啊，其他的人亲近老师，老师没讲这些。啊，他叫我要修释迦牟尼佛，他对别人，我听，我常常在旁边观察，他没有叫人修释迦牟尼佛。啊，为什么？人家不可能修释迦牟尼佛。啊，我们听话，啊，所以他就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们才晓得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啊，我们就走这条路，啊，走了59年没改变方向，啊，除了讲经教学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啊，啊，你这心就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啊，智慧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能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啊，在先前，啊，我到澳洲去之后，啊，
参与学校的活动，啊，我到澳洲去，是澳洲移民部长，啊，他要我去的，啊，给我永久居留的签证，啊，签证在香港办的。啊，希望我到澳洲帮助澳洲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所以到澳洲之后，我们才知道澳洲政府很聪明，他把这个工作附托在大学，这个好，因为大学不会偏向任何宗教，也不会偏向任何族群，它是中立的。执行这个任务的是学校，啊，所以我就参与学校，啊，在学校里做这些工作，啊，我要帮助学校建立一个中心，啊，有多元化中心，啊，这是我们活动的这个场所，啊，911之后，啊，受学校的委托，啊，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啊，参与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这么多年，前后参加了10几次，啊，10几次里面有7次是联合国主导的。啊，这一参与，我活动的范围大了，这从来做梦也没想到的，啊，走向了国际了，啊，那么我们在国际上，每一次的活动，啊，都是以宣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题目啊，啊，我们受到汤恩比的启示啊，解决现前社会问题，真的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所以极力提倡三个根啊。那么在国外，我还加上一个，就是宗教教育。啊，儒释道的三个根加上宗教教育，啊，宗教教育一定要互相学习，啊，互相认识，才不至于产生矛盾，啊，不至于产生对立，啊，和谐的基础在此地，和谐的根在这个地方。啊，一定要把这个做好，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可以落实，啊，这不是一个理想。那么这些都是所有宗教共同的愿望，也都是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一生教学的终极目标。啊，我在2006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活动，啊，这一次活动是我们在所有活动当中最主要的一次，我们参加主办，啊，主办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的题目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250周年，主题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我们做得很成功，
我们把中国传统的教学以及我们试验的成果做了详细报告。我也提这个报告里面提这个建议的，希望联合国能办一所全球宗教大学，每一个宗教可以设一个学院，把全世界的宗教联系起来，主要一个目标就是世界和谐。是提议是提议了，文字都在呀，联合国并没有做啊，没有法子落实啊。那么这个议题，我在早年好像是87年，我第一次回国，跟赵朴初老居士见面，在同乡。那次见面。香港同学陪我去的，我们有20多人，很热闹。我跟普老提这个问题，当时他听了很欢喜。年岁太大了，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事情重要啊。孩子都常常提，常常念着了，希望国家有一天真正能够办一所这样的学校，应该是两个学校，一个是族群，团结族群，一个是团结宗教，多元文化学校叫团结族群，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值得学习，互相学习，中国有5个宗教，那就能设5个学院，5个学院之外还可以设立一个管理学院，培养护法的人才，这样对于国家，对于我们传统文化很有利益了。我们的念头常常想着心想事成，总有一些呢他就会落实。今天我们介绍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学习到此地，现在时间到了，谢谢大家。